基础的东西啊，学了挺多了，虽然不深，但是呢，框架有了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呢，试着往局里走一走。巧的是，就在上课前，静水姐姐呢，说了这么件事儿。今天他们单位有个小伙子，80年的啊，属猴。那么一说80年，你马上就要反映出是庚申年啊，女的属猴。这个女的呢，她突然身体不舒服啊，送到医院了。而且好像是处于昏迷状态了，已经啊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孩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从哪儿入手？首先说，我给写出来，写在这儿，庚申，这是她的年命。庚申看年命，年命就要把这个庚到里边找，是不是天盘的庚在这儿呀？所以说呢，首先我们找着她在哪儿，找着她在哪儿再说。然后在入局之前呢，我们要看看这个，先看看庚和今天的八字的比较是一个什么状态啊？因为今年这个月的今天的这个时辰，它是有能量作用的。辛丑这个庚金呢，遇到今年是不是木呀？那今天坐下也是木，今天啊也是木。丙戌这个时辰和丑是不是刑呀？丑戌是不是相刑呀？哎，八字也要看一看啊，丑戌相刑会出现什么情况？会把木刑开，刑呀冲呀都会木门打开啊，这是一个象。然后再看今天这个月是耗泄，对这个庚金是个耗泄，水泄金，对吧？那么四虽然是长生，长生的位置上面坐的是水，长生的位置是火，上面坐的水，水把长生灭掉了。今天又是乙庚要合这个庚，同时做木，咱们先不说时辰，做了木，那么时辰目前的时辰啊是克它，咱们先不说啊，就看到日。那现在这个象就是，首先今年它的庚金就做了木了，年命就做了木了，它的长生位上面被火压住了，长生它受到影响。今天的日子天干是要合它，地支又是木来了。看到这儿以后呢，我们就该看局里边啊。庚金在这儿，临直福宫，天心星原本在这儿，跑到了这个宫了，是不是废掉了？星被生就废了。天心星在这儿是属金的，跑到土宫里边是废掉了。这个直福神加杜门，杜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堵、关注啊，不通畅，这么一个，是不是心梗的象征？可以这么读，直接读像心梗。发病时间在坤宫的未时或者申时，是吧？那么怎么断未时申时呢？你看这是阳干阴干，庚是阳干吧，就是庚就对的是申，那么就是申时发病。如果它是个心的话，那就是未时了。所以是阳干是对阳支的，这很简单啊。你看阳干吧，那么一个未一个申，阳对阳就是申时发病，申时不管它是甲申还是什么申啊，发病是申时。那么你再从这个时干上推一下，丙戌在甲申旬吧，是甲申时。那从这个里边我们还可以这么分析一个思路啊，他到这个旬的时候到了甲，进入甲申时了。那么在前一个旬呢，癸未，癸人辛庚己戊丁丙乙甲，是不是甲戌时呀？前一个旬，那甲戌时里边，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啊，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，是吧？是这个旬。那么这个旬一直没事儿，是不是？到了甲申旬开始发病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看这个甲戌啊，这个戌土毕竟是个土，里边有辛金的根，而且木呀、土呀、金呀、火呀比较混杂，因为这个戌是杂气比较重。在这个阶段里头呢，已经有了引象了，什么引象？混乱的引象。那走到甲申这个旬的时候，为什么发病了？一进这个旬首就发病，因为大家看啊，首先这个甲木是旬首，旬首就是直符，是最大的神。那么最大的神它就是甲，那你看它自己呢是个庚申年命，是不是下面甲申又是个申呀？是不是它自己强硬起来了？挂双禄是不是有根强硬了？但是你一强硬就要想克这个甲木吧，但是人家甲木是直符呀，在这里边你是冲克不动的呀，
执夫掌管整个九个宫，执夫有升任意升克其他的权利，别人没有升克执夫的权利。所以说你要跟老天爷做斗争了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这种理论和思路你要去这么找啊，这是。但是刚才讲的这些呢，我们只是一个岔开一个话外题，但是它不能说没用。那么首先庚金加在丙火上面，庚金加丙火啊，首先咱们也知道庚代表什么，梗阻啊，就是阻碍什么的。庚金加丙火叫太白入营，对吧？咱们学过太白入营主什么呀，主破财，就是来偷盗来了，这么一个象。他来偷盗或者他来展开他的目的，明明是个丙火是克庚金，但是他非要去往火堆里跳，到火堆里想实现自己的目的，但是连渡门门也没有，给你关着你们不让你，拒绝你，不允许你实现，或者给你设置重重障碍。那么好容易执符来了，结果执符你还要克制执符，跟执符作对。那么天心星来了，本来是金来帮你来了，结果是废了，所以说这就显出凶相来了。另外这个杜门，大家不要忘了，这一个宫地盘上原本的信息门是什么，是死门，也就是杜门加到死门上面了。天盘的杜门也不想让你成功，给你设置障碍，地盘是死门。咱们只是给大家带一带思路啊。首先从这一局里来看是不太好的现象啊，也就是说心梗这么一个象啊。当然人家不说发病你不敢这么断，人家说了发病了你给看一看，那你就要问年命是多少，年命是庚，往这一落一看，心梗发病时间是申时，今天的申时，你就能定出来时间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看为什么而发的病，或者他以前有没有这个诱导发病的病因，我们看能不能找到。那么就要找庚的地盘，这是第一层意思，找庚的地盘。庚的地盘是不是在这儿呀？也就是庚金从这儿飞到这儿了。那么庚金在地盘就临的是执符，执符宫这边本身是个开门，那么现在来看是死门来加开门。死门来这儿是死门是土吧，生这个地盘的宫来了。但是地盘你看这个庚金上面临的是一个天网，又临了太阴。太阴啊，肯定是往不好的方面看，一定是阴间的事儿，跟阴灵阴间有关。所以如果断病啊临太阴就是不好啊。那么原本是开门，可现在是死门。天人星呢是这个土星，土星来克这个地盘宫位，来克这个庚金地盘的宫位来了，也就是说是不是要拔它的根呀？而且是不是临空亡，地盘的庚金又是直符，临空亡了，它飞出去也是魂飘走了，本身临空亡了呀。又是马星，是不是骑着马要走了，马星就要远行嘛，出门嘛，是不是这一切的象又临太阴，出门上哪儿呀，跟着太阴走只能走阴间路，是不是有这个象啊？咱们先不断，咱们先分析是不是有这个象。那么天人星过来克制这个宫，那么这儿一张大网在网这个庚金，对吧？又临太阴这个神啊，算引路也好，是算天网网住庚金，这叫太白擒蛇啊，就这意思啊，先不记也没关系。就总而言之它是个网住了，也就是说从它往过去一个时空间里看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啊。我们先可能分析不了那么细，但是我们一看这个呢，分析来分析去觉得不是特别好。另外引干的癸水壬水这都是泄庚金的，所以翻到这个时间段发病的时间段来看呢，己土虽然想生住庚金，可是呢执符是不是甲呀，是不是甲己合呀，甲把己合住不让他生的。因为你要跟执符作对，是任何人都不能跟执符作对，跟执符作对就是找死。所以说这个不太好，不太好的象啊。这是一个啊，看过去啊。还有一个看过去的方法，就是这个宫是坤宫吧，这是后天。那么先天它是什么宫呢？是巽。先天它是巽，这宫位先天是巽。那么先天就代表这个后天的过去吧，那么你就看看它过去是什么样。而且正好你看是丙火跟丙，哎，拿宫位先后天的也能翻这个宫啊。那么看过去的情况，丙火加戊土，丙火加己土临生门。但是这个生门是什么？生门是受克啊，生门是不旺，生门受制，这叫。因为生门在土，跑到巽宫的木宫里边是受制了。然后大家看天瑞星是不是病星呀，说明这个孩子过去啊身体就不好，就有问题。临着九地，九地代表什么呀？
好的方面，比如说它代表母亲，代表什么厚德载物啊，有包容，低洼处啊，因为地嘛是低的嘛，天九天是高处，临天瑞星，这就是病福星。所以说你看过去身体就一般般，不太好，而且这个丙在上，不管丙落到啥上，都跟这个背啊，背格的背啊，相有点关系。但是过去为什么没事呢？毕竟临了个生门，生门再受制也是生门呀，你没有把这个生门完全关闭。那么这儿是个杜门，原宫位是杜门，也就是生门加在杜门上，加在杜门上说明什么呢？这个孩子过去这是有点病，生门加在杜门上有破财之象，那么我们就得分析分析是因为什么破财。这个丙加这个戊，这叫飞鸟跌穴。而且大家在想，丙火戊土，戊土代表财，如果生门加杜门有破财之象，临着天瑞星，是不是说他过去身体就花钱看过病？因为他过去身体就不舒服呀，过去就因为这个身体上这个毛病花过钱破过财看过病啊，你就可以找这个信息往出。还有一个，咱们是不是学过六仪一动就带着那个出来挂了？那么庚金在这儿，代表这个金，这是钱，钱跑到坤宫，是不是上乾下坤呀？叫天地匹卦呀，匹卦是不是太极匹来了？是不好的开始呀。咱们也学过吧，这个卦你也可以带进去看呀。人从哪儿飞过来的？你看啊，人从这儿飞过来的。艮卦，人代表着艮飞过来，是不是一座山呀？落到他钱的头上，山上面叫艮宫，山下面是天，山天是啥呀？该蓄藏了，嗯，大蓄。这个啊，好多人一般不看卦啊，但是我们要想到这层意思啊。我们今天只是锻炼往里走，大家就要找这个思路去，使劲进去找，逼着自己进去找啊。今天咱们就揉这一点。还有，那么看看他行与不行，是不是得看他将来呀、啊？他的未来呀、啊？他的未来是什么情况？那么按时辰推，是不是也是申酉戌亥？是不是都在这时辰呢？那么大家看，戌亥这时辰已经空了，临死门又逢空，那么大家就看这儿了。这时候戌时是行这个金的木，那么亥时是冲了月令四火，也就是这个庚金的长生彻底熄灭。亥时四亥冲呀，而且四亥冲是不是咱们说过冲了月令环境宫，是不是要换地方呀？有换地方这么一个象啊。所以大家看这个戌时亥时呢，又临死门，又带马星，又做空王，这就是一个大凶的时间段，很凶。所以说等完了看看反馈吧，有可能过不了这两个时辰。如果真能过去就会没事啊，因为什么？往这边走虚惊一场，往这边走临吉门了，又开门了啊。而且是开门在这个宫是特别旺，开门是不是在这儿呢？来到这个宫是被土生，那就旺起来反而好了啊，好转了。也就是说戌亥时是生死一线之间，度过这两个时辰，这两个时辰就是关卡关坎。这个思路分析完了啊，咱们大致先走这么多，不往走不了太深啊。咱们看一个年命丁丑，咱们看看有什么事儿啊。丁丑就看丁年命入宫。首先天蓬星是水星到这儿，天蓬星是个凶星，天蓬星代表什么？大眼睛或者头发蓬松啊，是代表这个。如果断凶上，它就是大灾星，是胆大妄为啊，有这个星。那么我们看看天蓬星到这个宫里头废了，金生水嘛，废了你就不能往凶上断了，凶星废了是不是就不凶了？你就往他不凶的那些方面找一找类象，就刚我说的蓬松的头发，或者长头发，或者头发浓密，或者大眼睛。那么丁年命的人，首先说是大眼睛毛发浓密的人，你就可以这么断。然后呢，景门落到金这个宫上，门破
那么井门破代表什么？破窃。井门属什么？井门属火呀。火代表什么？身体上心脏呀，眼睛呀，对吧？那么破窃，门破，是不是心脏或者眼睛上有问题了？地盘的心金代表什么？代表挑剔，代表错误，也就是心脏或者眼睛有了错误了。那么丁火是不是也是眼睛呀？那么这个相就把或心脏或眼睛呀，对吧？那么就把这个相读的有点意思了。心脏或者眼睛，天蓬星代表眼睛，那么你就可以归到眼睛上面去。地盘的心金代表错误，那么眼睛犯了错误，是不是眼睛得病了？眼睛怎么会犯错误呢？那不就得病了吗？眼睛得病了，心金又代表手术，手术刀，是不是眼睛得病做手术的象征呀？啊，就可以这样。如果这种情况出现，你就大致可以，你比如你可以问一句，你说，哎呦，这眼睛怎么回事？这是要做手术呀，还是已经做了，还是准备做呀？你来一句就行。他说没有啊，准备做，哎，也应了相了啊，刚做完也应了相了，对吧？眼睛有手术之象，这不就你看，通过一个天蓬星，本来丁火代表心脏或眼睛，那么通过一个天蓬星直接锁定眼睛。这就是类象。那么咱们再看，原本这是荆门，井门加荆门啊，你三七六一加在三七六一上，那门和门也要加呀，对吧？这个井门，荆门本身坐在对宫，就代表这个惊诈呀，说呀。那这火也代表朱雀，也是说，这就是本来挺能说的。井门门破，这两天也不说了，不怎么说了啊，就有这个象。连腾蛇是什么？纠缠反复，也就是说这点毛病呀，反反复复。那么我们再找找它之前，你看之前多巧，原本的荆门来了这儿了，这是个休门，荆门加在休门上啊，地盘是休门呀。丁火过去逢天冲星，天冲星来到这宫呀，本来属木，结果来到水宫里了，也是废了。临六合。六合神，合神嘛，有合作呀。另外休门代表啥？代表医，就是医生呀，医院呀，休息呀，休养。也就是说目前这个丁火命主人啊，在过去前一段时间就一直在有去过医院，看过医生，有休养的，这个本身就在休养。那么现在呢，又有了这个反复纠缠这个象，所以又有了这个啊，又有了这手术的象征了。那么再看看执符，因为执符是整体的一个最大的领导，最高长官，所以我们得看看这个宫跟这个宫的关系。既然你年命落在这个宫，这是你自己，那么再看看人家执符宫跟你是什么一个关系。执符这个宫是土，那么这个宫你所在的宫是金，是土，是生金的。也就是说你这个宫里边呢，相对来讲还是受到执符的帮助的啊，执符跟这个宫作用呀，这个宫来生这个宫是受到了帮助的，这是宫位上。那么再看天心星和天蓬星，天心星本来是金，那么天心星和这个天蓬星作用呢，是生这个天蓬星的。虽然天星和星之间没有废不废之说啊，只有星和宫位讲这个废不废啊。那么天心星呢，是生住天蓬星，也就生住天蓬星，是不是代表你的眼睛呀？那么天心星是来帮你的眼睛的，生住你的眼睛的，哎，就可以这么解释。另外咱们刚开始忘了看什么了，丁火年命要跟今天的八字要比较一下。来，我们看跟八字比较，我们就把丁就拿出来当丁火用了，不是星旗啊。那么首先今天就是个乙木，乙木就生你的丁火嘛，木生火的啊。但是目前这个从时辰上来看，这个石柱也是丙火，但是这是个木库状态。丁火在年命上，它毕竟这个月是个四月，四月它是旺相的，丁火是旺相的啊，所以说月令为提纲嘛啊，所以说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。只不过今天呀，就是有点什么，也是木，这也是丁火的木呀，这是丙火的木，这是丁火的木。总而言之，这俩都属于木。那么你把丁看作眼睛，就是眼睛的木啊，就是怎么说？因为你如果定义在眼睛上，那么就跟眼睛是有关的。啊，所以现在肯定是不好不舒服。从什么时候不舒服的？你看丁火落宫是酉宫，也就今天下午的酉时开始，这个眼睛就不舒服了啊，或者眼睛就如何如何了，眼睛该合起来休养了。哎，对，也有这个象，合起来闭上眼休息。